晴朗好天气，里面风景同样让人心旷神怡。韩剧男神李钟硕抵达巴黎时装周对镜自拍，但桌上有个东西很熟悉，就是这里，不要动。化妆台上赫然出现台湾小泡芙，短短24秒影片，台湾粉丝注意力都被吸走了。毕竟，아니이렇게뜨거가더있고요여기가과자가홈런볼보다좀더바삭바삭哎，李钟硕的女朋友歌手 IU 来台湾，最爱的零食也是巧克力小泡芙，甚至在彩排前也不断吃吃吃。这次居然出现在男友的随身小物中，让粉丝也开玩笑说是 IU 送的吗？原来小泡芙比粉丝还要早环游世界，但现在台湾零食真的成为韩星来台必拿。韩团 Baby Monster 一落地台湾，先是第一个成员接过粉丝送的超大盒小泡芙，接着另一位成员看到也眼睛为之一亮，超可爱反应被粉丝录下PO上社群平台，瞬间涌入大家称赞，说真的好开心，他们能喜欢，不止小泡芙成为台湾另类之光。就连坐拥400多万粉丝的木村拓哉都在现实动态发出台湾知名凤梨酥，配文写着这个不得了，让粉丝大呼是谁送的，真有眼光也有口福，宝岛零食也捕捉大明星的胃。 TVBS 新闻张家宝、林文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